到达成田机场走廊桥，进入航站楼。指示牌有中文，看着走就行。双廊桥大机场基本配置，继续往前走，完成入境手续。现在来日本的欧美人真多，人太多的时候会有人协助自助录入面部指纹信息。边检窗口，拿了行李需要通过海关，巴士售票柜台，出门乘坐巴士。铁道就是轨道交通，乘坐电梯下一楼。成田机场轨道交通有 JR 和京成两家。JR 旅游服务中心购买或兑换 JR 周游券。JR 前往东京的特急就是 NEX， 适合需要直达东京新宿、横浜等地游客，速度是 NEX 硬伤没有 Skyline 快。JR 从此口进入乘车。坐席分绿色车厢和普通车厢。京成外国人服务中心。京成电车从此口进入乘车。Access 特急去一站台，去押上羽田，可以乘坐这个车。虽然叫特急，但是车辆就是普通车，不需要加特急费，算是去东京又快又便宜、性价比最高的方式。二三站台是京成本线去浅草线条沿线可以乘坐，四五站台是 Skyline， 是真正的特急，类似国内动车，二十多分钟就能到达上野站。